个人唱的时候，它是一首抒情歌曲，整个叫八度唱的，所以感觉不大一样。如果喜欢这样的歌曲的话，可以去随便 Google 一下，应该都找得到，因为这支真的太红了，因为它有那个自己用木吉他自弹自唱的那个版本，然后在国外也有很多 cover 的版本。那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，因为很久没唱，所以我也不晓得会不会破音啊。如果破音的话，那刚好，好不好？让大家欣赏一下什么叫做完美的破音，让大家开心，对，让大家开心一下。